懵閪啊！这怎么两把枪都换？你们那里凉快了，我们这边热起来了。昨天睡觉都好热，出汗了都。不要，我要去这个绿标这个仓，兄弟们。一起啊，一起。对，分开。哎，我怎么点的乘坐呀？等一下，你先点卡，看一下人多的话，我会去警察局先点卡去了。我靠，人不少，人很多，我不去仓了，我去捡卡了。啊。护照，五六，嗯，我先捡张卡，没事，我安全的。小仓神神，这张卡是。被打鸟了，咱把这个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最高点有人，前方有危险。OK。啊，哎，没人，哦，补偿器，没捡到。我不要了，我没有。哎呦，我三级奖差点掉。打高点吗？没有，三级奖差点掉。没有背劲儿啊，有点难受。高点可以打，但我跟对，哎，又飞下来一个什么鬼？哪里？这儿。前方有危险。你右边有人，门神，你看一下。没有啊，哦有。OK。好家伙！往前冲，有人架。回去了，这个回去了。门口有脚步，门口。没了，就他一个。上过里面，小机上刚才有个人，有车过来，有车过来，准备防范，正面贴警察局，贴这个卫星楼。OK。对了，掉了一个，我丢，少一个，楼顶还有。在一楼吧，哦呦，带鞋掉线，嗯，没事，往里爬一爬。我要后面这有卡的已经都倒了，可以摸，啊，又搞了，摸一下，啊，又搞了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六指啊，那个移盘的那个开中键啊，要怎么解放？关门，哇，一月掉线了，成掉线了，快看，我准备铁头包。啊！我操！刚没看倒了，我刚一直注意带鞋掉线。哎，头上龙人了，哎，他被打倒了。A 阳，我操！我的网断了，我真的是。我跟他掐个雷。听得到吗？可以。听得到。